OK， 那我就先跟各位大概的介绍一下这次的旅游大亨二上市了，这是我的人物。哇哦！然后呢，旅游大亨二上市第一赛季有抽奖活动，最大奖是汽车，所以大家一定得下载。这一季还有新的功能，就是有角色卡，有点像道具卡的意思啊。那每个道具有它的那个功用，例如说，对，它可以产生10到12范围的骰子卡片，或者是这一个可以产生薪水的10%移动格数，游戏骰子卡片一张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骰子。然后还有高画质的 3D 建筑物动画，例如说我刚刚点这个 Meta 曼哈顿，有没有？起大了哦。最重要的是，以前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玩过第一代。第二代不一样，第二代是不一定是完全靠骰子，而是靠策略。怎么策略法？我跟你讲，我的胜率高达90%，我基本上不会输，没输过。我只能跟你讲，我不可能输。然后每天都可以免费抽角色，有没有？像这个，它这张卡技能就是可以瞬间移动至你想要去的地方，你想要去的国家就对了。那每天可以抽5次，每天可以抽4次，然后你也可以花钱抽，例如说我花10000块直接抽。咚 ，OK， 抽到好像都很普通的，就是可以用卡片。最主要是这一代很需要用卡片啦，卡片很重要，相信我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卡片很重要。然后还可以捏一个自己专属的角色，像我玩了很多把，我就可以例如说戴个眼镜，或者是戴个帽子，它会一直送造型，很爽的。如果你本身是很喜欢捏人物角色的人呢，就可以在这边好好打扮一下自己。那我们就等一下我们三个连线的时候，因为这游戏目前现阶段还没有办法跟朋友一起玩啦，也许能用撞场的方式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准备好可以来撞场，先把游戏下载好。我们要玩什么阶级？我刚玩那个玩业余的还蛮好玩的，我觉得业余比较好玩一点，他获胜的奖励会比较难一点，没有玩比较久。对 ，OK， 业余记得改一下这个牌组啊，主阿角啊，好了，我们就同时按开始。来看一下谁先送对面走，好不好？我先攻，我直接 double 两。他这个就是看上面那个总分数12分，你们拿到12分就赢了，这样子。没错，没错，盖一栋房子就有1分，多盖一点，像我这样就是赛个5。我就可以得2分，跟一代人物变超多，因为他们长大了。请选的小孩，这个时候就是要冲到隔壁啊，还可以拿那个过终点的奖励，再赚一笔，再改10到12。就是，可是我上面这个输啦，12就赢了。又有 double， 继续跑，五，塞个2或4好了。咦，可我快破产了，注意一下自己的钱啊。啊！到我家涨价，再过，为什么一直 double？ 再赚，像我现在7分啦，他准备要暴毙了，还没买到房子，完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房子要被他买走了。哇，他的地好贵，我不敢踩他的，危险，1倍，超衰，明白了，又 double， 我超爽，其实我现在完全不踩他的房子啊，哎呦，干！我不敢踩他房子，好贵哦，安良伟。那只好这一个咯，10到12，8分，不用吧？我快听牌，我快听牌了。这时候就甩个3，我们直接踩，踩个3，还可以盖房子。他还有，完了，他怎么踩到那个？这个好像很会玩呢，瓦里列隔空造房，好会造房哦。知名地标，你要送对面走了没？我对面的家没有送走。我听牌了，我听牌了。快了，我快了，我快了，我快了。9分，我差3分。我看看。完了，他怎么一直甩 double， 好鬼哦！他多少钱啊？不要买我的房子！不要！完了，他好像反超我他要盖房子，哇哩咧！他10分，我要死了，我好像输了，完了，我输了，阿贤被送走，我要被他开车载走了，完了。行不行啊，阿贤被送走了。我不要反败。他一直玩卡。他一直去那个商店，一直用卡。完了，琪琪。好，3、2、1 ，Go！ 来了，有没有直接对撞啊，老哥？应该有机会吧？撞，不会是 Scout 吧？撞一把吧，撞一把。完了，又是一看起来不够力的人啊。可是他们卡都不出我。先走1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输啦。哈二，3、3。哇，12，
产生 double 的骰子。十到十二，五，十到十二啊，拼一把，碎啦，十一，一二三四五，靠腰嘞，七，往那边他买走了，拉嘞，二到四，哎呦，都市被收购了，二到四三，哇，然后再十一，这样就不怕坐牢 ，Go。注意啦！你怎么一直停摆？哎，这个人怪怪的，一直收购哎。五六七八，你会收购，我不会收购啊！妈的嘞，有不数字不对啊？买单，前面先手十到十二，我先手十，我先手胜率是100%。好，看一下这个低啊，那就是喽。这老哥灵车漂移，好不好？二到七。我直接火车还是得我赢啊！呼，右整牌，看一下，完了，我又先攻，感觉先攻很亏。先攻强啦，先攻才强哦。先攻，第一次先骰双数比较爽嘛，有机会 double， 可以直接占两次啊！大失误啊！大失误，踩第一格啊，这样我们可以有机会站到比较近的。两个四，拜托，完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人好像有点猛啊！我直接踩他的，直接买十二，先抢他的房子啊！自动升级，呜呼！哇，他一直用道具，再加分，耶！再买他的好不好？再把这都买下来，这里比较便宜啊！离中宁愿进的这一排越便宜。这直接买，不用省的。好、哦，整排危险哦。欸、舍弃三，要进去卡牌吗？去好了，跟你讲去有机会那个、啊。耶嘿，吉泰拉，去有时候有机会直接又升级一次啊，又可以免费拿一分。等一下可以骰个三，然后再升级我的地标，或者是直接骰十二。完了，我都要被他买了。他怎么有70万啊？绕格，吓人哦！他等下碰到这边，他听牌，他如果用那个指定飞，我就直接输了。把这个变成地标，鬼控。我有二啊，我有机会站整排。哇，所以他没有要站这里。我看等下看有没有机会去那个车站啊，火车已经过站，然后这里完蛋了，一定 double。哎，啊，怎么换他要站整排了？真假？八，拜托八整排哦！啊，八的话，我直接搭车就是盖整排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一二十二，输嘞！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站整排！你赢了吗？我直接站整排，我赢了。看一下另外几个绕格打得怎么样啊？这踩到，哇！我这把要输了。绕格行不行啊？行不太行，不太行，顶不住了。完全不行啊 ，Big D。坤好像遇到很屌的119，真大哥啊，阿娘喂，好像会输哎。完了，我还后手，他卡感觉超屌。八 double， 哇，五到七，直接买他的。先七再二到四，啊，如果然后再拼六。还有没有绝二？七到九，三，十好了，先赚点分数 ，double， 完没得爽，完了要不要买回来？这个人狠人呢，哇靠！11跟7先7，这把都没 double 可以爽。6，五、哦，他一直踩卡、欸。又自然照，哇靠，这老哥怪怪的哎、欸，有偷开哦。4好了，欸、老哥，不要6，碎啦 double， 再踩个6，再 double 一次，拜托。先买一个，至少左边那一排他不会独占了，没什么事。完了，哎、欸，太闲了，哇哩哩。要不要买走？有，我已经知道怎么玩了。被收购了，没有那个就可以了。被收租还是得，确实。我看一下龟狗。十二。不会买，我不会买啊！妈的，输啦！你在骗他？十到十二。我不行。
所以啦，火车旅游买第一排了吧？下面这一排，哎，看一下哦。然后我在二，我在二，然后再二到七，我赢了，屌虐菜，然后买他那一栋，直接把他头栋叫他滚回去。嘿嘿嘿嘿嘿 ，OK， 我赢了，除非他踩到我，不要。他好像要绕一圈，你快，所以啦，他落踩落，你没喽，你没喽。二，二买下来，独占整排二到七。二，这么贵哦，我买得起来吗？应该可以吧，过终点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直接买，嘻嘻，收购又整排，血虐。才能把看别人的书，血念局 C 加。我们在玩的旅游大亨二 Meta War， 大家记得这个，我们现在这个现在赶紧的上线这个拼这个赛季，有看到赛季第一名送什么？陀游塔，我的妈呀！陀游塔，阿蒂斯旗舰版，神 A 啊，赶紧去下载啊！神 A 就在你们家，神 A 开回家，你把神 A 开回去再阿妈，没错，我直接出去投，一直赢，屌虐，没错。那我们这个今天就这个交到这边了。